暗恋三年的女生说她有男朋友了。你啥意思啊？你怕谁不喜欢你呢？我跟我男朋友说呢，我怕他不喜欢。行，那你就别说，反正我都知道了。哎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不去做你该做的事儿，你在教练区玩啊？那我该做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我找男朋友了，要搬家了，你都不问我怎么回事吗？来，你听点东西。掏空口袋，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。为了你不敢，我有时候觉得你真不像个男人。啥意思啊？谁不是男人呢？你说我别的可以，但你说我不是男人不行。那你当我男朋友行吗？离开我的故事，因为你而前。